你们猜，我家这么多西瓜是给谁吃的？是给我家的鹅鸭们吃的啊！给你们看看，这么多。然后这个2块就给我家鸡吃好了。我们家鸡跟鸭特别喜欢吃西瓜，等一下给你们看看。我看到街上有卖了1块钱1斤，我就买了10来个给他们吃，冰箱里面还有。我买给他们吃都是放在冰箱冰过的，这下面有3个，上面还有3个。啊，这个大家伙，这个是人吃的啊，这个是人吃的。现在就去喂他们吃西瓜，我已经分配好了。这个是啤酒鸭、帽子鸭的，这个是大白的，还有二白的，还有三白的，还有可尔鸭的，全部都有啊，都安排的好好的。我们先给大白啊，先给我们的新鹅，先给糯米新鹅吃吧啊，走这边。他们看到我拿西瓜来就会很激动，你们注意看啊！糯米，看得起来。因为现在太热了，我经常都会买西瓜给他们吃。给他们吃的西瓜呢，都是前一天买，然后在冰箱里面冰过的，这样吃着口感会好一些，会凉快一些。你看糯米吃的多好，糯米还知道给我们打个招呼嘞啊！我们也给大白吃了，你看大白都望着他们想吃了，啊，给大白拿去走，还有，全部都有啊！大白他就一直在一边，就给他吃一个小的。大白的放在那边吧。来，大白的啊，大白的啊。你看看我们家动物都吃西瓜啊，还有这个啤酒鸭的，啤酒鸭要给它拿到里面去一点，要不然大白会欺负他们，他们两个会吃不到。接下来的画面有点错误，你们就装作没看到啊！来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啊！啊，这是你们两个的啊！哎，专属你们两个啊，大白吃不着啊，自己再让你吃。你们看，啤酒鸭吃了，猫猫鸭他们两个都喜欢吃。你们看，放在这个角落嘞，大白过不来，然后大白就欺负不到他们。好，还有二白的，二白在那里望着。你们看二白多可爱，它在那里望着。走，给二白也拿来啊！哦，二白来啦！来，吃，吃啊！哎，吃，下面有一个。你看，二白也吃西瓜了啊！然后这个呢是给可尔鸭的啊，这个是给可尔鸭的，这可尔鸭的我要进去哦。我把那个鸡的拿来，我这一块进去吧，你就陪他们骑了。看来他们都吃饱了啊，给他们放了一大个，就剩这么一点了。这一只鸭鸭呢，就是糯米。就上过视频说到，从广东那边过来的，他的前主人去香港去了。这是大白，
怎么翻了？啊，你们怎么这么粗鲁？啊，吃东西思维一点行不行？糯米很乖的，他很喜欢跟人玩，他喜欢玩鞋子，喜欢跟人咬你的脚，追着你跑。我们现在呢，给柯尔爷爷喂点吧。哎呀，你们这不是给你们吃的啊？那里有果肉，那里有这个是皮啊，这个是给鸡吃的，给浇花鸡吃的啊。来，我的柯尔呀，我的柯尔呀也吃一点。看柯尔呀也喜欢吃西瓜。然后我家还有一只兔子，兔子就不给它吃西瓜了，兔子吃草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皮是给鸡吃的，鸡吃皮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一只这个鸡，这个是小，这个是野，这是这一只野鸡，我们是捡到的，捡的。然后捡的时候是很小很小，不知道被谁抛弃了，我们就把它捡来了，给它吃一个皮，给它吃一个皮。你看二白多乖，二白，它那里看着我。哦，这个是给叫花鸡的，这个叫花鸡有点咬人哟。啊，你们看它很凶的，我的动作要非常快，它会咬人，它很凶。哎呦呦，我的动作也够快。我们平常都会经常买西瓜给他们吃。这一只是小凤头鸭，有一只是还没长大。这只凤头鸭是我用蛋给它孵出来的哟。你们看，它吃的多开心。然后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三白啊，三白也在吃西瓜，都在吃西瓜。啊，再给你们看看二白在哪里啊？你们看，二白跑到我身边来了。二白特别粘人啊，特别粘人。他都不吃西瓜啊，你不吃西瓜啊？你不吃西瓜？啊，你跑到我旁边来，你不吃西瓜？你去吃西瓜呗。这个二白它是特别粘人，特别粘人，它喜欢跟人在一块。你看我一走，它也要走，它也跟我待在一块。我不喊它的情况，它也跟我待在一块了。你看我过来，它也就跟着过来了。二白特别粘人，特别粘人。那你有一个锅还没吃，让我吃一点，糯米，我吃一点，我老。你们看糯米，糯米咬人。这家伙复食，这个糯米，这个家伙。今天还有粉丝朋友们问我买的花活了没有？活了，已经开了，三角梅。有的因为到那时候长洪水已经死掉了，但是大部分都没有死，长得也还可以。给你们看看我们大白住的地方，我们家鹅住的地方啊。这个空调这个是坏了，师傅还没时间来维修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大白住的地方了。啊，这里有一条路进去，就是他们住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里出来外边，这里就是一条河。平常我们有时间看他们，没事就把它放到河里面去。我家这里呢还种了有菜，但是因为长洪水呢，菜全部都被洪水淹，已经死掉了，剩下一部分一点都不好。
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